姑娘，莫非出了什么事？后面有人在追我，我能不能在你这儿躲一躲？能，你不用再躲，只要到了这儿，你就安全。真的？可是追我的那个人不但凶得很，而且还带着刀，随时都可能杀人的。我保证他绝不会在这儿杀人。为什么？别跑！这下我看你往哪里跑！他既然到了这儿，就不必再跑。你知道老子是谁？敢管老子的闲事？你是谁？老子就是花刀太岁崔一动。老子给你一刀，你身上就多个洞。抱歉呐，阁下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。我身上也不必再增加别的洞，无论大洞、小洞，我都不想要。 在这儿，我一定带你好好保管。我这儿的大门总是开着的，你随时都可以来拿。哎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你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！不是我有本事，是他没本事。谁说他没本事？江湖上好多人都打不过他，连我都打不过他呢。你？ 我虽然打不过他，可是也有很多大男人打不过我。我就是江南的上官飞燕。这名字，你当然也没听说过了。他为什么要追你？因为，我偷了他的东西。我虽然是个小偷，但他却是个强盗。我从来也不偷好人的，我专偷强盗。哦。 我只希望你不要看不起我，不要讨厌我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说实话的人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刚才真怕你会把我……一天过得真快，现在天又黑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还不点灯呢？ 抱歉的很，我忘了有客人在这儿。有客人在你才点灯，你自己晚上难道从来都不点灯的吗？我用不着点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瞎子。你真是个瞎子啊！我七岁的时候就瞎了。可是，你看来一点都不像哎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认为，瞎子绝不会像我过得这么开心。其实，做瞎子也没有什么不好。 你有没有听见过雪花飘落在屋顶上的声音？你能不能感觉到花蕾在春风里慢慢开放时那种美妙的生命力？只要你肯去领略，就会发现你能不能活得愉快。问题并不在于你是不是个瞎子。但是，除了冬天的雪、春天的花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呢？我还有个很好的朋友。 你的朋友是谁？他姓陆，叫陆小凤。这个名字，我好像听说过，但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是个很奇怪的人，你只要见过他一面，就永远不会忘记。他不但有两只眼睛和耳朵，还有三只手。 四条眉毛，你就是陆小凤。这人莫非已经死了？很可能，这种人本来就活不长。嗯，切。
我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从窗口跳进来。 我这下总算试出这个陆小凤是不是真的陆小凤。陆朋友当然早已知道咱们兄弟是青衣楼的人了。原来铁面判官跟勾魂手也做起青衣楼的小伙计了。我们这次只不过是奉命而来，请陆朋友跟我们回去一趟。我们非但是管接管送，而且保证绝不动你一根汗毛。 你们也应该知道，我这一生中最不愿意做的事，就是跟青衣楼的人打交道。你们回去告诉你楼上的那位，叫他最好不要三番两次的来找我，否则就一把火烧光你们108座青衣楼。 柳余恨，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人认识我，你就是那个玉面郎君柳余恨。 自古多情，空余恨。往事如烟，不堪提。现在玉面郎君早已死了，只可恨柳余恨还活着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来此但求一死。嗯，因为你若不要我死，我就要你死。萧兄，阁下果然有见识。 有眼力，莫非是断肠剑客萧秋雨？哼，秋风，秋雨，仇杀人。所以，每到我杀人的时候，我总难免要发愁。你发什么愁？我现在发愁的是，不知是我来杀你，还是让柳兄来杀你。 千里独行，独孤芳。我一向很少进别人家的屋子，但是这次却是例外。你也是来找我们麻烦的吗？我不想杀野狗，我只看别人杀。青衣楼跟三位毫无过节，为什么找到我们兄弟头上来？哼，因为我高兴。我一向高兴杀谁就杀谁。今天我高兴杀你们，所以我就来杀你们。 现在我又不高兴杀你了，我要你活着回去告诉楼上那位，在这2个月之内最好乖乖待在楼上，不要下来，否则他恐怕很难再活着回去。唉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这次你又没死。 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哎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哎。
主对他如此多礼，他为什么反而逃走了呢？他怕什么？他的确是个聪明人。你难道还怕我不知道你是来喝酒的，还带着个杯子来提醒我？我走的时候几乎连裤子都来不及穿，哪还有空放下这杯子？杯子里还有酒，丢在路上又太可惜了。来，什么事儿让你急成这个样子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只不过有个女人跑到我屋子里来。哦，我记得你屋子里好像天天都有女人去，你从来也没被吓跑过一次。嗨，这次的这个女人不同啊。哦，有什么地方不同啊？这个嘛，什么地方都不同。难道说是个丑八怪？哎，非但不是丑八怪，而且简直像天仙一样美，像公主一样高贵。她究竟做了什么事儿才把你吓跑的？他向我跪了下来，他一走进屋子就忽然向我跪了下来，两条腿全都跪了下来。我一向认为你是个很正常的小伙子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但现在我却开始怀疑。你怀疑我有毛病？一个美如天仙的女人到你屋里去向你跪了下来，你就被吓得落荒而逃。不但落荒而逃，而且是撞开窗子逃出来的。嗯，看来你脑袋不但有病，而且病得已经很严重。嗯，就因为我脑袋一向很清楚，所以我才要逃。哦，我说过，她人不但漂亮，而且派头极大。派头有多大？哦，简直比公主还大。你见过公主？没有，但我却知道她用的那三个保镖就算真的公主也请不到。那三个保镖是谁？柳余恨、独孤芳、萧秋雨。她有这么三个保镖却向你跪了下来。是。你现在已经想通了。嗯，你想他为什么要向我下跪？他一定有事要求你。像他那样的人居然不惜下跪来求我，为的是什么事？哼，那一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哎，你看都没看过他，为什么要为他惹麻烦？既然他已找到你，你想你现在还能逃吗？你认为他还会来找我？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来了。我们没有从窗口跳进来，所以我们不是野狗。刮骨钢刀，酒是穿肠毒药，留下总是害人的。对，连一天都留不得。
盏酒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坛了，你们何苦一定要把它砸碎呢？看来这个人真的是陆小凤。除了陆小凤之外，又有谁肯为了一坛酒费这么大力气？不错，像这样的呆子世上的确不多。大金狂王陛下的丹凤公主特来求见陆小凤陆公子。丹凤公主？是丹凤公主。她真是个公主？绝对一点也不假。她人呢？她生怕又把陆公子给吓跑了，所以人还留在外面。我们公主现在人还在外面等着，却不知陆公子敢不敢见她。他敢，他要是不去见丹凤公主的话，他所有朋友的房子都会被拆光了。我刚才还以为你不会上车来呢。哦，你好像连看都不愿意看我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车厢很小，我又是个经不起诱惑的人。你怕我诱惑你？因为我不想为你拼命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是让你去拼命的？因为我并不笨。你说的不错，我们这一次来找你的确是为了要你去替我们办一件事，可是我并不想诱惑你，也不必诱惑你。花满楼真的在你们那里？我为什么要骗你？反正你很快就会看到他了。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，十里之外的危险他都能感觉得到。我真想不通他怎么会落在你们手里。因为他是个好人，又是个男人。一个好男人如果遇见了一个坏女人，就难免会上当了。他遇见了你？有时候我虽然也想去骗骗人，只可惜十个我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上官飞燕。上官飞燕？上官飞燕是我的小表妹，那个小鬼说起谎来啊，连眼睛都不会眨一眨的。也许我已经想通了，花满楼他是怎么上当的。你好好睡一觉，等你醒来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看到他了。他是谁啊？大金鹏王。年轻人，你过来。你就是陆小凤？我就是陆小凤。好，陆小凤不愧是陆小凤，看来我是没有找错人了。我也希望没找错人。你要找花满楼？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你随时都可以看到他。哦，你说的是什么事？王朝是一个很古老的王朝，远在你们的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，我们的王朝就已经存在了。以前我们的王朝建立在很遥远的地方，但世代安乐富足，不但田产丰收，还有数不尽的金沙和珍宝。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到中土来呢？就因为我们太富足了，所以才引起了邻国的垂涎，并联合了哥萨克的铁骑引兵来犯。先王一向注重文治，当然无法抵抗那种强悍的铁骑，但他却还是决定死守下去，与国土共存亡。是他要你避难到中土来的？为了保存国走，而且将国库的财富分成三份，交给了他的三位心腹重臣，让他们带我到中土来。其中
有一位是我的舅父上官瑾，他带我到这里来了以后，卖了田产和房舍，使我们一家人无忧无虑地活到现在。那另外还有两位，自从我离开父王的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。不过他们的名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平独鹤、严立本。这人看来好像是关中珠宝商严家的严铁山。上面的像就是我们一年前查访出他们俩现在的模样。不错，现在的严铁山就是当年的严立本，那平独鹤现在叫独孤一鹤，是青衣楼的首领。这个人我也认得，却不知道他是青衣第一楼的主人。哎，不为钱，忏自己过错，好让先王在天之灵有所安慰。嗯，这两个要求的确都很公道。我知道你是个正直公道的年轻人，对于这种要求是不会拒绝的。我只怕这两件事情都很难做得到。连你也做不到，那还有谁能够做得到？也许没有人做得到。这两个人是当今天下声名最显赫的大人物，若真要他们这么做，岂不是就承认了他们自己的罪行？他们的声名、地位跟财富，这不就全部毁于一旦了？我也知道他们是绝不会承认的，何况他们的势力跟财力大得可怕，而且他们自己就有一身深不可测的武功。我知道这件事的困难和危险，所以我也不能勉强你来帮助我。你不妨多考虑考虑，但是我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跟他们拼一拼。我明白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已经是我的朋友了，我们金鹏王朝的后代是绝不会用任何事情来要挟朋友的。我已有多年不能喝酒了，今天破例陪二位喝一杯啊。我替你喝，你不要忘记你的腿啊。好好好好，我不喝，我不喝，幸好看着别人喝酒也是种乐趣啊。家父只要喝一点酒，两腿就会立刻肿起来，寸步难行，我想二位一定会原谅他的。哦，这是家父收藏多年的波斯葡萄酒，我敬你们二位。果然是好酒。嗯，这的确是人间难求的好酒啊，也只有你们这两位年轻人才配喝我这种酒。来来来。这么好的酒当然是不能白喝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？你要的是公道，我一定会尽力为你找回来。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哦，你难道不要别的帮手吗？当然要的，除了他之外，我只希望我能够说动一个人出来帮我做这件事。他很有用。他若肯出手，这件事才有成功的机会。哦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西门吹雪。孙老爷。陆小凤啊，你又有问题要来问我。坐。哎，坐啊。
老规矩，一个问题50两，要十足十的银元宝哦。可以开始了。50年前，世上是不是有个金鹏王朝？金鹏王朝本在济南一个很小的国度里，他们风俗奇特，同姓为婚，朝中掌权的人大多复姓上官。这王朝虽然古老富庶，但50年前已经覆没了，王族的后代据说已经流亡到中国来。哦，除了这王族的后代，当时朝中的大臣还有没有别人逃出来的？据说还有3个人，其中一人也是王族，叫上官瑾，还有2个人是大将军平独贺以及内库总管严立本。好，若有件极困难的事要西门吹雪出手，有什么法子才能打动他？没有法子啊。我实在不懂，一个人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再给50两银子。嗯。我并不想杀风景，天一黑啊，西门吹雪就不见客了，连你也不见，连天王老子都一样。如果他不在，他一定在，他最多每年只出去4次。杀人的时候才出去，所以每年最多只杀4个人。嗯，而且杀的都是该杀的人。谁是该杀的人？谁决定他们是不是该杀的？你去找他，我情愿在这儿等你。哦，你见到他的时候最好先试试我的法子，再试试你的。你这人这一生中没有烦恼过？没有。嗯，你已经完全满足了，因为我的要求并不高，所以你从来没求过人？从来没有。所以有人来求你，你也不肯答应？不肯。不管有什么人来求你，不管来求的是什么事，你都不肯答应。我想要做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别人来求我，否则不管谁都一样。如果有人要放火烧你的房子呢？谁会来烧我的房子？我这次来本来是要你帮我去做一件事，我答应过别人，如果你不肯出去，我就放火烧你的房子，烧得干净净。我的朋友并不多，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-3个，却一直有。哎，所以我才来求你。所以你不管什么时候要烧我房子的话，都可以动手，不管你从哪里动手都可以。我后边库房里还有松香和柴油，我建议你最好从那里开始烧，最好是晚上烧，那种火焰在晚上看起来一定很美。我问过孙老爷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打，他说没有法子。本来我不信，但现在看来，他倒是真的了解你。这一次他
他就错了。你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子打动我。哎，我有什么法子？哼，只要你把胡子刮干净，随便你要去干什么，我都跟你去。哎，胡子，我，哎呀，西门庄主。花满楼，只恨在下身带残疾，看不见当代剑客的风采。阁下真的看不见？庄主想必也听说过，花满楼虽有眼睛，却瞎如蝙蝠。阁下难道听得见我的脚步声？据在下所知，当今天下最多只有四五个人在行动的时候完全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庄主正是其中之一。但你却知道我来了，那只因庄主身上带着有杀气。杀气，利剑出鞘必有剑气，庄主平生杀人几许，怎么会没有杀气？这就难怪阁下过门不入了，原来是受不了我这种杀气。此剑鲜花之美人间少有，庄主若能多领略领略，这杀气就会渐渐消失于无形了。在这世上，永远都有杀不尽的背信无义之人。当一剑刺入他们的咽喉，眼看血花在你剑下绽开，你就会知道那种美景是绝对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上的。现在我才明白他是怎么会练成那种剑法。哦，因为他竟将杀人当作是一件神圣而美丽的事。幸好他杀的人都是应该杀的。嗯，请问陆小凤陆公子在不在？在。敬备飞卓为君洗尘，勿请光临霍天庆。看来这位霍总管倒是个很周到的人。哼，岂止周到而已。霍总管吩咐小人备车，送两位到珠光宝气阁去，他已经在恭候大驾了。他怎么会知道我来了？这里周围800里以内，无论大大小小的事，霍总管很少有不知道的。各位，酒菜本已备齐，但是大老板听说今天有陆小凤和花公子这样的客人，他也非来凑凑热闹不可。我们正在等他。嗯，你若等得不耐烦，我们不妨先摆上些飞食饮酒。没关系，大老板难得今天有这么好的兴致，我们怎么能扫他的兴呢？好，快拜酒，快拜酒。好小子，你怎么还是那个样子？跟俺上回在泰山观音峰上看见你的时候完全没有变呢。啊，你的眉毛怎么少了两条啊？俺喝了酒没有付钱哦，所以连胡子都被老板娘刮了去当粉刷子了。你不是江南画家的七筒吗？嘿，你那几个哥哥都当俺都真不错哟。嘿嘿，七筒也能喝几杯的。哦，真的啊？好，好极了！今天谁要不跟俺喝醉，谁就是他奶奶的小舅子。大老板老家山东。哎，
俺本来是个土生土长的土人呀，这几十年来就到过泰山一次，说什么去看他奶奶的日出，哎，就只看这个大鸡蛋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哼，却不知严总管又是哪里人？是霍总管，不是严总管。我说的不是珠光宝气阁的霍总管，是当年金烹王朝的内库总管严立本。这个人想必大老板是认得的，大老板若是认得这个人，不妨转告他，就说他有一笔几十年的旧账，现在已经有人准备找他算。霍总管在。哼，陆公子和华公子已经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，备马送客。他们还不想走？嗯，你也最好还是留在这里。哼哼，什么人敢对俺如此无礼？西门吹雪。来人呐！我的剑一离鞘，必伤人命。你们一定要逼我拔剑吗？好意请你们来喝酒，想不到你们竟是来捣蛋。是我功夫好，莫非他受了什么很重的内伤？好眼力，记得三年前他的确吃了霍总管一记劈空掌。哦，这就难怪。我也想请教花公子闻声辨位流云飞袖的功夫。自己动手，为什么叫别人来送死？因为他们的命俺早就买下来了。您是峨眉传人，也会峨眉剑法？对你们来说，剑法有各种各派，招式变化不同，但是对瞎子来说，世上所有的剑法却都是一样。阁下莫非是峨眉七剑中的人？在下正是苏少卿。果然是三英四宿中的苏二侠。这个人既然也是学剑的，为什么不让他来找我？传闻中峨眉剑法独秀蜀中，莫非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？你用的是什么剑？只要能杀人的剑我都能用。哼，很好，地上有剑，你自己选一把。你的剑法20年后或可有成，所以现在我也不想杀你。20年后你再来找我。
20年太长了，我等不及了。你这样的少年，为什么总是要急着求死呢？20年后。你叫我到何处去寻找对手？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杀他呢？因为我只会杀人的剑法。你不走，我不出手。你一动，就得死。俺为什么要走？俺根本不知道，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但是，他也不知道。阎立本早就死了，你们又何苦再来找他呢？要找他的人并不是我们。是谁呀？大金鹏王。我老了，我真的老了。的确老了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一个老人？因为你是爷。不错，我是阎立本，我就是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阎立本。可是他已经感谢归。是谁下的毒手？他。知道你是为我而来的，可是你又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？原来你并不是真的在乎我，你只不过是怀疑我，怀疑是不是我暗算了严铁山。若不是这样，就算是我死了，你也不会在乎的。你有没有追到那个人？金童就在，随时可亲。公主若来时，即立远游日也。盛极一时之珠光宝气，已成明日黄花。是以照耀千古者，唯独义气两字而已。天亲再拜。你懂不懂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这两句话的意思？我当然懂。这意思是说，有些事你若是认为不该去做，就算有人用刀架在你脖子上，你也绝不要去做。若是你认为应该去做的事，就算要你跑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做到这两句话，就已经不负侠义两个字。可是放眼天下，又有几个人真能不负这侠义二字？盛极一时之珠光宝气，已成明日黄花，是以照耀千古者，唯独义气两字而已。好一个祸天，
我竟几乎小看了他，当府一大败。只可惜那苏少卿，他本是个好男儿，他不该死的，不该死。小黄霹雳弹，走！陆小凤，这只不过是给你个小小的教训，若再不识相的话，我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这些人又是谁啊？你难道看不出他们是七一楼的？嗯，我只看出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看出你现在应该到珠光宝气阁去，叫那的人替你准备好水，好好洗个澡，再睡一觉。我如果告诉别人我在洗澡的时候，峨眉刺绣站在旁边看，要是有一个人相信，那才是怪事。哼，想不到你还真有点眼力啊。我们并不想杀你，只不过有几句话要问你。有什么话还不快问？好，我问你，我师兄苏少卿是不是死在西门吹雪的手上？你既然知道，又何必来问我？你，西门吹雪的人呢？我也正想找他，如果你们看到他，不妨告诉我一声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会骗女人。怀疑是不是我暗算了严铁山？若不是这样，就算是我死了，你也不会在乎的。你有没有追到那个人？没有。金童旧债，随时可清。公主若来时，即立远游日也。盛极一时之珠光宝气，已成明日黄花。是以照耀千古者，唯独义气两字而已。天清再拜。你懂不懂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这两句话的意思？我当然懂，这意思是说，有些事你若是认为不该去做，就算有人用刀架在你脖子上，你也绝不要去做。若是你认为应该去做的事，就算要你朋友、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做到这两句话，就已经不负侠义两个字。可是放眼天下，又有几个人真能不负这侠义二字？盛极一时之珠光宝气，已成明日黄花，是以照耀千古者，唯独义气两字而已。好一个祸天，我竟几乎小看了他，当府一大败。只可惜那苏少卿，他本是个好男儿，他不该死的，不该死。黄霹雳弹，走！陆小凤，这只不过是给你个小小的教训，若再不识相的话，我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这些人又是谁啊？你难道看不出他们是七一楼的？我只看出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看出你现在应该到珠光宝气阁去，叫那的人替你准备好水，好好洗个澡，再睡一觉。我如果告诉别人我在洗澡的时候，峨眉刺绣站在旁边看，要是有一个人相信，那才是怪事。哼，想不到你还真有点眼力啊。我们并不想杀你，只不过有几句话要问你。有什么话还不快问？好，我问你，我师兄苏少卿是不是死在西门吹雪的手上？你既然知道，又何必来问我？你，西门吹雪的人呢？我也正想找他，
如果你们看到他，不妨告诉我一声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会骗女人，现在我清醒得很。你在我们面前说话最好还是老实一点。我现在怎么能不老实？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小姑娘真的是金鹏王朝的公主？嗯，的确不假。大金鹏王还活着了？嗯，还活着。是他要你来找岩铁山的？是的。他还要你找些什么人？还要我找严独鹤。严独鹤？这个人是谁？我怎么从来也没听说过。你没听过的名字只怕最少也有几千个。我没穿衣服，你们这样瞪着我，我会脸红的。峨眉弟子奉家师之命特来请陆公子明日午间便餐，不知陆公子是否肯赏光？我是想赏光，只可惜就算我长了翅膀，明天中午也飞不到峨眉山的玄真观去。家师也不在峨眉，他老人家已经在珠光宝气阁恭候陆公子的大驾。哦，他也来了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今天刚到。哼，我们若是没有到过珠光宝气阁，又怎么会知道昨天晚上的事呢？嗯，你们已经没有别的话问我了。哼。嗯。看来我下次洗澡的时候，最少也得穿条裤子。杀了他，但他却不该死的，该死的是严独鹤。所以你若是严独鹤，我就要杀了你。严独鹤不可杀，可杀的是独孤一鹤。哦，你若杀了独孤一鹤，必将名扬天下。很好，很好。无论你是独孤鹤也好，是一鹤也好，我都要杀你。很好，很好。无论你要杀的是独鹤也好，是一鹤也好，都不妨拔剑。
没有死。你看来的确不像个死人。死的是独孤一鹤。你想不到，我自己也想不到，我三次出手都被他封死，我就知道已杀不了他。杀人的剑法若不能杀人，自己就必死无疑。你虽然很自负，你却有自知之明，所以你还活着。我还没有死，只因为三十招后他的剑法忽然乱了。莫非他已经先跟人交过手。你逼人出手的时候，即使给别人说话的机会。他临死前却说了句很奇怪的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明白了人生短促，犹如朝露。也许他明白了，他不顾一切换来的名声地位，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虚空。正因为人生短促，所以不能虚度。他究竟是真的明白了，还是不明白？他真正想说的。我饿了。你饿了？我杀人后总是会饿的。他这个人从头到脚有哪一点可爱的地方？他有哪点可爱的地方，为什么一定要你看得出来呢？只要我我不但杀了苏少卿，现在又杀了独孤以鹤。你说什么？我杀了独孤一鹤。你杀了我师父，我跟你拼了。不要逼我拔剑。我说过我们今天全都跟你拼了，若是杀不了你，我们就死在你面前。哼，就是死了也没用。你们若要报仇，不如赶快赶回去，叫青衣108楼的人全部都出来。你说什么？独孤一鹤既然是青衣楼的总瓢把子。什么？你说我师父是青衣楼的人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他老人家这次到关中来，就是因为得到消息，知道青衣楼是在。好像在等我。我试了很多事。很多事？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一件。你知道独孤已死在这里了？嗯，但我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该死。你当然也不会知道，他的死跟我也有关系。哦，若不是我，他也许也不会死在西门吹雪的剑下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独孤跟西门交手的时候，功力最多只剩下50%，能耗去他这50%功力的人，这附近恐怕也不多。不错，这件事你应该能想得到的。嗯，还有件事是我想不到的。其实想不到也无妨，现在我只想知道上官丹凤在哪里。这件事正是你想不到的。什么事？他并没有到这里来，而且只怕也不会来了。你也许会奇怪，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来了？我的确奇怪。等你看过这封信后，也许就不会奇怪了。
丹凤难求，小凤回头，若不回头，性命难留。这封信是谁让你转交给我的？不知道。你要是也写了这样的一封信，叫我转给别人，你会不会当面交给我？不会。所以，我只不过是在严大老板的灵位下发现了这封信，别的我都不知道。想不想喝？你喝了酒？喝了一点。出了这么多事之后，你居然还有心情喝酒，倒真难得的很。其实你也该喝杯酒的。酒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让你忘记很多想也没用的事情。我刚才看见了一个人。你刚才看见很多人，但这个人却是我本以为绝不会在这儿看见的。谁？上官飞燕。他没有死。他虽然没有死，但活着却跟死他似乎，已落在别人的手里，行动完全被这个人控制住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？他没有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没有看见一个人呢。哼，你没有看见的人也很多。但这个人却是我以为一定会看得见的。我到珠光宝气阁去，就为的是找他。上官丹凤。不错。他不在那儿。他根本没有去，却有人留了封信给霍天庆，要他转交给我。信上说什么？信上只有四句似通非通跟放屁差不多的话。什么话？丹凤难求，小凤回头，若不回头，性命难留。这四句话的意思，好像叫你不要再管这件事了。据大金鹏王说，青衣楼的首领本是独孤以鹤，他得到的消息并不一定完全正确。无论谁都难免被人冤枉，同样也难免有冤枉别人的时候。叶秀珠，叶姑娘，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。这句话本来是大师姐想要告诉你们的，可是她还没有说出来就已经……家师这一次到关中来，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得到一个消息，直到青衣第一楼就在珠光宝气阁后面的山上。无论谁得到的消息都不一定完全正确，可是大举却因为这句话被人暗算的，显然是有人不愿意他把这句话说出来，所以我认为这句话一定很重要才来告诉你的。我知道你的好意，无论如何我若查出这件事，就一定会先来告诉你。哎，你们要到哪里去？我们要去找两个女人。啊？我想他现在一定会认为你是个疯子。连我自己见你都觉得我自己疯了。这里是不是太安静了？你是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一个人影？莫非那个屋子想必还为你留着，你为什么不进去睡一觉？你呢？我要去找一个人。找谁？一个女人。我回来了。
然回来了。你知道我会回来？我不知道，我只不过希望你会回来。你很想我？嗯。我回来了，你为什么反而不高兴呢？我只是有件事想不通。什么事？这两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总会想到另外一个人。想到谁？上官丹凤。你见到我的时候反而会想到他？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的时候总会把你跟他当作同一个人。你还记不记得崔一栋？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问过我，有没有听见过雪花飘落在屋顶上的声音，能不能感觉到花蕊在春风里慢慢开放时那种奇妙的生命力？我若是上官丹凤，我又怎么会知道你说的这些话呢？又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的呢？难道又是他？霍天庆，你不该现在来的。可是我已经来了。做的事，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的。我知道，你一心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这种事就是大事。除了我霍天青之外，还有谁能做得出？的确没有别人，除了你之外，也没有别人能够破坏我的大事。这个世上有了我霍天青，就不该有你陆小凤。所以我们两人总有一个非死不可，却不知是你死还是我死。我想我该走了，再见。人生百年，转眼即过，总算我没有辱没了这个祸子。乔老，青衣老，哎耶！你的确没有辱没这个祸子，但是你又怎么会认识上官飞燕？小楼又是什么意思？也许我已经明白了。哎，你上官飞燕不该出手闭住我的穴道。你看见了他既然闭住你的穴道，你又怎么会走到这儿来的？当别人点了你的穴道时，你若能将真气逼在那穴道的附近，过一阵子也许你就可以有法子将那闭住的穴道撞开了。这种功夫我恰巧会一点点。你早就想着他会下手的，早有了准备。我并不希望我的朋友冒死来救我。你认为这件事跟上官飞燕有关？嗯。他人呢？走了。霍天青临死之前不是说过一句话吗？小楼，飞燕、啊、
你该不会说这是上官飞燕的？霍天青和上官飞燕到这里来，只是为了要杀大金鹏王，却想不到遇见了你跟我，所以他才会闭住你的穴道，怕你不让他走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霍天青又为什么要自尽？你记不记得孙秀清说过一句话？你说霍修那个小楼，就真的是青衣第一楼？如果我猜测的没错，上官丹凤、上官飞燕也落在青衣楼的手里，因为害怕他们的势力，不敢说出来。霍天青临死前所说的小楼，也许就是青衣楼的第一楼。啊，去哪里？到青衣第一楼。是有好处的。什么好处？有人请你喝酒。不错，这次人家已经请我们喝酒了，说不定下次还请我们吃肉。这是真正泸州大曲，看来霍大老板拿出来的果然都是好酒。但好酒却不是用鼻子来闻的。来，你一碗我一碗，这种酒太烈，一碗下肚，只怕就已醉了。好，你不喝，我喝。你不舒服？这屋子里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香气，你闻到了没有？我只闻到有酒气。这酒还能治病呢。摔。总算没有找错地方，而且来的正是时候。反正我一有好酒，你就会找上门来，所以我也就不奇怪。为什么要来？我本来不想找你的，只可惜除了你之外，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人来做这件事。我是自己心甘情愿上你钩的，但是霍天青像他这种人又怎么会为你所用呢？不是我要他上钩的，是上官飞燕。
你难道不觉得我的女儿是很能令男人心动的女孩子吗？啊？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你应该是真正的大金鹏王，丹凤和飞燕也是同一个人。不错。哼，我只奇怪你怎么能瞒得过他。他不但耳朵特别灵，鼻子也特别灵，就算听不出你的声音，也该闻得出你的气味。因为我每次见他的时候，身上都撒了种极香极浓的花粉，等我再以丹凤的身份出现时，就已将那种香气洗干净了。嗯，看来你们考虑的事都很周到。其实以你的财富，就算三十几个人花也花不完。哼，你已经这么大年纪了，难道将来还想带到棺材里去吗？你知道什么？青衣楼是个很能花钱的组织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财富，怎么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？我又怎么能独霸天下？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也会被你利用。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你只要知道他的弱点，无论谁都可以利用。嗯，我的弱点是什么？你的弱点是太喜欢多管闲事，太不讨厌女人了。所以我才做了你的帮凶，替你去约西门吹雪，帮你除了盐铁山和独孤一鹤。但是花满楼呢，他有什么弱点？他的弱点就是太喜欢上官飞燕。你们做的一直都很好，霍天星死了之后，你若肯罢手不管，从此以后你还可以随时来喝我的好酒。说不定我还会把女儿嫁给你。只可惜我现在还没有罢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你？因为我已经准备将这儿做你们的坟墓。哦，嗯，这坟墓倒真不小啊。陆小凤花满楼能够葬在青衣第一楼下，也算是死而无憾。霍天青总算了，你当然也就是青衣楼108楼的总瓢把子。把子这个字的声音实在好听，我喜欢这四个字。你有把握能杀了我们？无论谁走进了坟墓，都再也休想活着出去。
我们已经知道太多的事，所以非死不可，否则我所花的心血是白费了。爹，你为什么要逆天行事？为什么要滥杀无辜？如果不是为了你要独霸天下，我娘又怎么会自尽呢？爹，我求你。住口！几个人真能不负侠义这两个字？飞燕，你却做到了。你真做到了。